个输球，我倒是认为，其实虽然是输球，输球对高师大来说并不是坏事，要去找来到了14个，而且让对方站在到这个罚球线上的一个次数也比他自己来的多，所以这个也就是他在今年的整体的一个状况，他后场的战力在控球后卫这个环节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一比较，包含到李继儿跟亚伯，所以台艺大的一个控球后卫一号位，这也是困扰着这个李伯伦教练整体的一个调度。所以大家也可以选这个15号以上的一些备号。哇，你看这样，突然卢冠良一看，怎么搞，大家都闪开了。陈兆豪的脚，等等，邱金龙到哪里下扛进去？邱金龙，但是被认为说好像不太像原住民，而被刷掉。被刷掉的理由太冤枉了。跟传球去找肖顺义，肖顺义切入出手得分，这是他的惯用手，这是他的手。卢冠良切入外围找队友。邱金龙出手进三个球 ，rebound。一节不节，高师大44输，让他们陷于落后。吴佑达出手得分。这 HBO 可以打到第二，吴佑达是非常关键的角色。为了也是要延迟到对方推进的时间，反而高师大很成熟的一个展现，获得可以切可以投，漂亮的一个传球啊，这篮底下被。这是成功的战术啊，可是位置站得很理想，你看啊，这个不是李光，他穿短袖啊，重要，这个教练或者说李贵的身体都比球员还好。台大训练8背号5号来自于松山高中的叶伟乔万送上来，哪里下出手得分，肖顺义时间剩下9秒，李冠廷带罚球线向后了。新明显的进攻的武器，包含到中距离，甚至在三分球，那就有可能不再是樱木花道了。切入到篮底下，左手上篮得分，打得非常的灵活。而这球又左边底线拿球，篮底下出手得分。余伟之后，这个徐耀辉的总教练啊，都会去摆在李余伟啦、古基儿啊，甚至能同时。这个球送得非常漂亮哦，余伟这个球一个 outlet pass， 这回从右侧切入，在二零号大一新鲜人 rookie 叶维乔，净算加罚，肖顺义有他自己举起来了，从这个慢动作可以看，这个是后续的一个动作。虽然没了解到裁判为什么要这样吹，因为你必须要给进攻者有下落的一个安全空间呢。对，它是一个圆柱体，所以你去侵犯到它的罚球吊球发生失误，这就被肖顺义再拿到，在底线肖顺义再出手，他已经拿了12分了。台艺大35-26，现在是领先高师大，外线出手得分，哇，王子刚。冠女去找到郑铁，郑铁跨不进来，被他钻出一条血路。哇，这个球这没有办法，这空间也不够。打完球，其实台艺大都有很好的一种区域防守策略，去延迟到对方的一个推进。这个篮底下，高师大已经攻过来了。这个厉害了，后面碰到接触的人呢。这还是有把他那个手啊，要去给他打掉的一个情况。哇，从这个动作，吹是吹在这一排，后面又面对到李冠廷，地板球送进去，黄伟成踢掉出来。哇，这个外线创造非常合理啊！王子刚得分，非常漂亮，预联防。哇，这个球你看转换到内线。哇，这黄伟成很成熟哦，解读的非常好。对，这个机会就是他创造出来，非常的漂亮。所以你看，告诉。哇！黄伟成中距离出手得分。哇，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中距离，对方也放他。李冠廷有点大意。当时在泰山高中的时候还出了一倍。这两分就捉到底线出手没进，篮板球抓到，吴冠良得分。漂亮一次进攻篮板，你本身的板。陈兆豪重新回到场上出手得分。要拍韩剧。
郭昭南，吴冠良持球，再给他底线，叶伟强出手得分。下一步之后，卢冠良出手得分，红心球。王子刚往禁区里面塞，黄伟成拿球之后，少英先想进球不算。面对到对方那个区域联防，在中间的去做到要球的动作。哇，这是叶伟强的一个两分球的这个跳投，再来一个卢冠良，都往后跳了，惰性非常的高。又打到禁区里面来，球进算。在今天是啊，离篮筐非常近的一个距离呢，接球接得太轻松了。叶伟强被盖了一火锅，他自己再拿到再起。这时间他们哇，这次的一个切入，第一拍被盖了火锅，被吕继儿盖了火锅，就第二拍没有办法去。往中间一个横传球，又找到篮底下的郭昭南。连续两次的空手球，郭昭南的第二次的空手球，这罚没有罚进，在篮底下再抓篮板，王伟成再拿到再起进，算加罚。他自己的球员要小心呐，这种转换的速度又是一个成，加速往里面进。哇，叶伟强下半场打得非常的棒，高师大也把十号的哇篮底下，就这个在这一节，这篮底下这种打法打得太多了。在篮底下，肖顺英再进去单打，第三位给卢冠良。周静跳起来封，哇，哪里都有他，篮底下打法也有他，火锅也有他。再跟进，篮底下范孝出手得分，整体 power play and one， 这是才是。哇，一个欺骗的一个动作，哇，其实郭昭南再抓进攻篮板，把对方给晃开。得到了一个很棒的出手机会，外线卢冠良的出手没进，肖顺义篮板拿到，篮底下再起放进两分，底下的这种得分的情况，哇，好球啊！哇，肖顺义虽然第三节可以看到这个实力是慢慢的平均的，也没有以往啊，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其实有 SBL 的球员啊，63-60，肖顺义已经拿22分了，这边。三分外线出手得分，因为以前没有切割，当然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比较畸形这样的一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切入，往歪的身体，这个是完全靠着他自己身体的延展性，歪把机枪，篮底下捡到出手得分，哇，禁区单打黄伟成，哇，黄伟成 back to back 连拿4分。让他跑起步了。黄伟成因为脚伤了，所以让他奔跑起来其实蛮痛苦。底线出手得分，完全的控制才行。先把球往中间给王子刚做了一个摆脱，他连拿5分。75-63，现在高师大领先，他们全场领先最大的一个12分。空中移形换位，肖顺义一尊白色巨头。75-65，哇！先看一下，这是王子刚。王子刚插到这个中间啊，这个中路的一个位置。他一需要这样啊，就是说在这边快攻机会，3步2步，正铁上来得分。挨打的机会，蔡耀林这球往中间给肖顺义过来了，精算。肖顺义虽然摔得四脚朝天，但是哇，卢冠良先。去找到他自己的队友，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肖顺义的这种打到四号就暂停过后，反而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哇！哇，这个球，这没有办法，守到这个中锋，你要去协防，他终于发挥了。交给篮下黄伟成，出手也放进。哇，黄伟成，
有可能是利用到一个防守。肖顺义这个球给出来，来看一下三分外线空档，吴佑达把握住了。转换跟观察还是非常的棒，这是前面一次要去做到这个发端线球，所以原本这个设计的战术是要给肖顺义他的处理权，非常的稳健。与季尔出手的问题来面对到，哦，这个球的转。由小再去过到大，吕冠宁已经被吸引了出来。三分球这边蔡尔林很快速的出手，这个球投进之后呢，高外线三分球出手进，很有效果。台大这边又有人午饭毕业，这个切是假的，外围那个头才是真的。这高师大的一个经验而言。